chết cả cha, quả là co. Không biết chúng chồng con, cái chúng tôi chồng con này chúng phản sự, có ai sự ở đây sao? Chẳng chẳng tin gì. Xa đạo chuyển lai, chú ý chuyển sự. Chẳng đạo thì không thay hả? Nơi siêu sự bộ ăn. Không nói sao lại bảo con, ngà là con lại. Chong Qing 其实并不比广州差哦，都是高楼大厦。塞车要塞30分钟。屁，放狗屁。这是写的。最复杂的地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的魔物生活当不当？那个是哈。我们就搞完。重庆市中心，我们到了。到处高楼大厦，这个桥叫。我不晓得，不晓得你在说什么，什么爹都不会知道。老丁哥，滴滴滴滴，马滴滴滴滴。俺老板是的。俺老公，俺老公，差品种的啊。老丁哥呢？不好意思哦。老板够风险。我靠，你看。真的是最复杂的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市中心，我来了。随便玩地方就走哈。还落在，还落掉不起来。买些包包。随便玩地方下，听嘛。冇得，我要市中心大厦，你哪怕叫歪歪。我就系市中心大厦，今晚。我冇教，我去石火湾啦、啊。导航去火锅，现在导航。现在导航啊。我听着呢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尽管告诉我。你有点傻。导航到火锅店。我找到一个地方叫赵家院子老火锅，位于重庆市五里店万丰一村永辉超市右大门上行50米。如果需要电话联系或查找路线，请尽管告诉我。出发。开始规划前往赵家院子。感觉安排哈，要摆哈，那叫两分钟。在五里店立交，朝东南前行。是 DJ， 那个三人都讲我好顶哦，你在讲好顶。你不是你快点声音啊！没意思，他都讲我声音怎么娘？怎么娘？如果是 DJ 你会啊？你能扛得住？嗯，来，哦哟，真能扛得住。很傻瓜，我带个风开一个吧。快讲咗先，只高峰期，我可以透透重庆的温暖的气息，宝贝呀！
是哪个？你是来自上山的吗？上山的弟弟你好吗？你换个上好吗？别用你的录像了呀！沿南前大路继续行驶2.6公里，右转。哎，真的是，这个塞车的景象不是我想要的。
公里内有多个公交车道监控，请留意当前车道。右转，然后40米，靠右行驶。靠右啊！靠右啊！靠右行驶，这里。靠右啊！靠右行驶，然后15米。靠左行驶。您已切换路线，慢1小时8分钟，多26.3公里。途经江安路，160米后，您已开启静音模式。前方150米，右转进入武江路。你有好附近人可以食吗？系你前面车冇悭翻人噶。右转进入武江路。刀削面。我要去商场吃啊！冇得啊，抄牌，我胸穷的。好啦，上边系张我开始走啦。前方红绿灯路口，左转，请走左侧3车道。前方有违章拍照。我上高啊！你去个呢度做乜嘢啊？你剪落做乜嘢啊？剪落我呢停车唔得。冇得，你停嗰得冇得噶啦，你可以上咗嚟。我入啊，商场入边停，等我讲咯。哇！呢度有个停车库，好啦。去楼上抢噶，慢慢开咯。食完之后睇电影啊，可以睇我啲。我晓得。
开洋洋停车场入边咯。佢后尾有人啊。等一下，咁你停过嗰边俾佢弯啦。你先停过个旁边。